受困火场，脑部缺氧，林卫熙昏迷第三天还没醒来，虽能自主呼吸，生命迹象稳定，但这两天是关键。家属今天回到火场，大声呼唤林卫熙。队员更站在火场外，激动地说：“这是命令，希望他赶快执行。”桃园地检今天也解剖五名罹难警消和两名移工遗体，五名消防员为何受困命丧火场，移工是否有喝酒，都是厘清的重点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